欢迎各位观众继续收看 GPO， 我是主播陈毛，我是赛评超超。好的，那我们在上一场的比赛的 Game 2部分呢，台湾嘉兴对新加坡先锋的比赛是由新加坡先锋胜出了。紧接着我们要来进行晚上决定整个 Game 3， 在 Game 3的部分则是要由是曼谷巨人队要来面对吉隆坡猎人。曼谷巨人队刚刚输了一场，他现在应该是还蛮紧张的，毕竟要等一下面对他的老东家。因为刚刚其实你知道这个连胜被中断之后，他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会跑掉、啊，就是会好像。我们好像也没有我们想的这么无敌，也许没有我没有这么厉害啊。刚才上一场开战的时候是说我们其实超强啊，我跟你讲，开什么玩笑，让我选到范，我们的 AD 拿葛雷夫，这怎么输啊？结果上一场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好像对，可能我们是爆发型选手，只是要有一点逆境下才可以爆发，是这样子。那当然啦，仍然是昨天曼谷巨人队的获胜组合依旧是让人十分期待今天晚上要来对吉隆坡猎人的时候会不会再用一样的组合一样流畅的速攻达成这个制胜的阵容呢，好，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他们的对手，就曼谷巨人队的对手就是 J 运的，以前去年就是待在吉隆坡猎人队啊，所以我们这里来看到吉隆坡猎人队有里面也有包括 Monkeys 跟 Goldens 都是 J 运以前的队友。这个队伍我觉得还是 Golden 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我觉得他的压制力很够，而且他对 Meta 的掌握也很好，就是他其实最新潮流角色他都有练，而且他用得很好，所以他们通常会把 Counter Pick 留给他之后，我觉得他都会做到很多事情。对，这个是吉隆坡猎人目前制胜的方式，就是中路打出压制，然后下路靠操作跟对方只要打出一些优势以后，就利用中下路结合的这个团战力量来碾过对方。那么上路通常是滑倒的主要来源，就是各种香蕉皮皆由上路提供。上路只要选不要滑倒的角色就好了吗？对，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因为从去年看到今年都是这样。那应该比较适合玩，比如说圣，这个角色不容易被塔杀，然后撑线又比较稳定，不容易出事。除了大绝飞烂之外，应该大绝飞烂就是你刚刚说，要飞记得叫我，我一定会飞，这样就好了。对。好，以上就是两队的选手介绍，其实是非常令人好奇，究竟在面对老东家，第一个两个好奇的点，第一，吉隆坡猎人会不会把饭给变掉？就是到目前为止，因为都目前为止跟加入了 J 运的曼谷巨人队对战的队伍三次的战斗呢，大家都不变饭啊，大家都说我不是很懂好给你玩，都给他选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一个 ban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不省的、啊。因为其实只要 ban 他饭，他等一下就没有那么珍贵嘛，对，没有那么珍贵，就一个 ban 而已，就 ban 他一个饭，他等一下就比较没有这种可以逆转局势的角色出来。因为饭其实给他用的话，等一下是有机会逆转的。对，就以一个 AD 来说，你给他比如选凯特琳这样的角色，他劣势之后其实是打不回来的。好的，那么呢，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令人好奇啊。第二个就是说呢，其实以这运对吉隆坡猎人，虽然说现在队员换过，但是他去年待在吉隆坡，然后。吉隆坡的核心包括队长这个 Golden Z 没有换人嘛，中路一直都是他，所以就是他对于老东家的了解的程度也会影响到说他怎么样来影响曼谷巨人队制定一个战略来对付现在的巨人队。我相信 J 运在这段时间里面都还是有在关注这个 GPO， 有、啊、所以他一定是 有看，因为一定有是一个程度的了解，所以他如何协助曼谷巨人队来找出一个方法来对付现在的吉隆坡猎人，这两个点就是双方到底怎么样来算计对方，是我个人非常好奇。照你这样来看的话 ，J 运除了饭可能会 ban 之外，剩下的东西应该都他掌握的资讯比较多的。理论上对，就 ban 被 ban 了。这是个蛮正确的选择，不让你出。与其出一个 counter 饭的组合跟他打，何不把他 ban 掉呢？这样我们就好不用那么麻烦啊。对啊，就是选一个 counter 组合很累啊，我们就把他 ban 掉之后，大家慢慢开始玩就好了。而且你们的 AD 不够用的时候，中路可能就会出一些什么 AD 义大师之类的怪东西啊，你们是不是没有出过 AD 义大师？强！我们好想碰到你出 AD 义大师哦。其实我不是很懂，出 AD 义大师何不出那个厄萨斯中路 AD？ 你知道厄萨斯是非常凶悍的角色，玩那个可能还比较快一点，也不会有人 ban， 而且那个角色很帅，对方还不太搞不懂他的技能，打起来就这么痛，怎么痛？你怎么回那么多血啊？搞不太懂。厄萨斯这个角色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啊、他单挑的时候超级的厉害，因为他回血的机制设计的很怪，就是血越少吸越多，所以当他低血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永远都打不死他，一直把血吸起来，砍着砍着就半条，砍着砍着又半条。对，可是问题在于说当你的对手拖两个的时候往往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这个是单挑界的王者，但一打二的时候就等一下，再让我多吸两口不好吗？让我多砍三刀好不好？或他被降攻速也超惨的，就是会吸不回来。对，
就是各种的，其实他这个角色感觉怪怪。我只玩一场，我就说，我觉得这怪怪，这个单挑的时候好厉害，超过两个以上的对手，我说这角色怎么那么烂，直接被秒，然后你就在原地复活之后起来再被秒，再被秒，但是根本没有防御力，好薄的跟纸一样，然后吸不起来，真的是很好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漫威巨人队对上吉隆坡猎人，然后现在变角已经结束了，算有放到蜘蛛，漫威巨人队最后选了蜘蛛。就是放蜘蛛，而且其实曼谷巨人队这边变掉狗头人很好，因为这样狗头人对 AD 的压制力很够。因为他这个队伍看起来现在就是主打一个双 AD 的组合嘛，所以他变掉这个之后，他等一下就比较有机会发挥。那没有，现在又很好奇的点就是说啊，没有饭要出什么？理论上 J 运一定已经想过了，不然你怎么出来混？我是看过 PDD 玩上路格雷夫，他在全雾川，然后出1337跟俄语直冲。会战就是走一个技能一波流，他格雷夫就 Q 啊啪，然后打完就直接火力系，打完就给你死。这种玩法也是可以。这个一波流，这个在韩服有看过，他有在练。那因为说实在的，就是这个打法的格雷夫其实很有趣，因为你一招灌完以后起到这个起手绝大的压制力之后呢，重点是格雷夫没有很需要攻速，因为你只要有一有点满，你就是接下来就按一以后，然后就点着对方的头就好了，你就一直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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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的 Q 会异常的疼痛。就打后排的时候超级痛，打前排可能还好，前排堆个物防是可以顶得住的。但是这么奇葩的打法，其实还是让人有些不安啊。你说他等一下就先选一个格雷夫，你就啊，这个是下路格雷夫，然后听起来很像是法师，只是打 AP AD 伤害的法师，其实是个 AD 爆发角，那听起来超级的像法师啊，因为他只有 QR 比较厉害啊，好像有非常多的法师角都是这个样子。那这样只有 QR 比较厉害，Q 像是维嘉，维嘉的 Q 跟 R， 不错，没有维嘉的晕很厉害啊，也是、不要讲维嘉的晕很厉害。格雷夫可以用烟雾弹代替，烟雾弹不行，对对，好像是不行，可能就丢到的时候电脑很烂，我会累个，我卡了，电脑卡了、真的选了格雷夫啊，真的选了格雷夫。那好，没关系，还没有锁哈，等一下来看看。那在吉隆坡猎人这边已经锁定的角色是纳米跟扎克，扎克，而且对方其实是双 AD 又没有饭的情况下，抢掉扎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扎克其实对 AD 的压制力很够，虽然他是一个 jungle 都会有很强的压制，他跳到你之后，你 AD 血过个半条，你就不太能打混战。不过那也是，就是说后期还是 CC 的效果比较重要，前期当然他粘上来硬是消你一些血，你就不好打。到了后期的时候，就是千万不要被黏到，因为他其他的队友会秒你。千万不要被黏到，因为他队友旁边那个戴安娜有没有很可怕？你被短一道的瞬间，他就会杀你。哇，先出卡拉丁，先选卡萨丁，先出卡拉丁是一个很有趣的主意啊。厄萨斯嘛，那肯定是胡烂的，不理他。厄萨斯这个头像有点丑，他的头像其实让我感觉不出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他的头像看起来，其实让我觉得他的头盔就是应该是有看箱在他的脑袋上面之类的一种做法，因为厄萨斯嘛。好，没关系，他们最后大家选哪支呢？那漫武眷队的 AD 跟辅助的组合是格雷夫加上瑟雷西暂定，因为还没有看到第二支 AD， 他们很有可能是两支 AD 的。吉隆坡脸是拿了球女加上老鼠，扎克加球女其实有一点点恐怖，扎克加球女其实有一点点怪，就是真的很怪，因为扎克大用完之后，其实人是会被弹开来的，然后这样可能会造成球女不好吸回来，而且扎克比较需要的是一个跟他一起冲的人，就是两个人冲去直接把 AD 秒掉。来看看，就是说。到底，因为他还加上了纳米，其实这个长城的控制技能是非常多。就纳米的这个海啸，基本上怎么丢怎么中啊，就是反正咱们在中路大车拼，我就中路就四线道这么宽，我一个海啸也是四线道这么宽，我看你往哪躲。哎呀，可能伊泽瑞尔上路，他在伊泽瑞尔跟杰西之中做一个选择。我觉得杰西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上一场同样也是一个 AD 角，同样也是一个 AD， 同样也会 poke， 可他还会近战。那个近战基本上是不太有人喜欢用，因为通常用的时候是不太好的时候，比如说宅会跳上来，我赶快把他敲走。那其实你不是很喜欢这个功能。哇，曼谷巨人队果然还是非常喜欢斯瓦尼，再度选锁定了斯瓦尼，江狗斯瓦尼啊？所以是中路蜘蛛，中路伊泽瑞，中路伊泽瑞，上路蜘蛛。江国斯瓦尼 ，AD 格雷夫哦哦，长得跟你们刚才那场的选法其实还蛮像，可是我们好像没有选到，我们把蜘蛛变掉了。对对对，这也是一个选择啦。
而我最后对方是用约瑞科，你要复活谁啊？老鼠然后好老鼠，老鼠，老好老鼠鼠，老鼠，老鼠，吧，对，就是你要复活谁啊？突然这个问题就来到这个点，为什么？通常呢，选择约瑞科一定是要搭配一个主轴，就是说有谁非常适合让你复活以后继续以尸体来作战啊，就是有没有被冲动无所谓的这种状态是最适合他的。那么老鼠就是一波打完以后，双腿开开躺下以后，然后再站起来再打一波。右边感觉上是应该要配合扎克组一个三冲是比较好打，而且那个操作上非常简易，只需右键点敌人之后就可击杀。我是觉得吉隆坡猎人最后采取的这个上路选择没有用，就是你刚才讲的三冲，我也觉得合理，因为吉隆坡猎人最后再补上那约瑞克以后，这个队伍看起来就是。很不痛，一个很缓慢的三冲。对，那个约瑞克点约瑞克往前慢慢走，扎克飞出来之后带着球，先吸一下，然后再弹一下，所有人弹开来。对、啊，然后大家就不在同一个点上了。这样的话，其实老鼠就射不太到什么东西。而且让 Golden 中路玩球女，会变成说，球女这个角色本来就是会带有一定的优势，在声线上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小兵数的领先跟压制对手的效果。可是他这个选手，他因为他是你们的核心，所以说你让他选这个几乎没有单杀能力的英雄，只有团战能力，变成说他很难打出亮点来扭转来带动风向，他可能只能稳稳压住对方二十支兵，可你有可能比如说下路、等等掉一个头，他们换嘞、他们那个从去年滑到今年的上路跑去打了辅助，然后原本的 AD 跑去打了上路，然后他们原本的辅助跑去打了 AD， 这难道是从？轮摆式移位法难道是跟橘子熊学班不是橘子熊的轮摆式移位更大一点？怀疑也是，怀疑会从江狗开始轮。那这个轮摆式移位法有点惊人。可能现在大家发现那个选手的那个适性都还蛮不错的，就他做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所以他说放在这也可以啊，放在这也可以。没有吉隆坡猎人从今年2013年从。2013年1月开始到现在的这件事情已经干了大概6次以上，就是我每次都会觉得非常的讶异，因为他们经常这样干，尤其是那个小小风 XXF， 我现在打约瑞科上路的这个选手，光今年呢，我就看过他打了大概三分之一的 AD， 三分之一的 jungle， 现在又打了上路，那就是对他那个春季赛的时候一直在用赵信 jungle。然后赵信没落了以后，他没有练出别的jungle，于是他就一直打 AD， 他 AD 打的还不错，我记得他上次用凯特琳，那时候把对方点爆了，我记得他的 AD 走位是不错的 ，AD 打的还不错。记得玩约瑞科，请问约瑞科这支英雄跟操作有任何的关联性？约瑞科跟赵信还有凯特琳之间的关联性在，都是用右键点人家。其实我也想不太出这个三个角色的关联性在哪里，因为一个人通常。如果一个选手有几个能力，有一些能力是看不到的，看得到的能力通常会是，比如说他的地图观会很好，或他的操作会很强，这两个能力通常是可以直接看出来的。那角色那些就是另外的，但是他的操作能力或地图观很好，这两个能力是会看得出来的。比如说像 Faker 或姿态，就是操作到达顶尖破表的选手，所以他会选择角色喜爱用角为死哥、阿里、辛朵拉。勒布朗，这个角色的这个选项的历史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对他，你可能这么说，我觉得球女跟卡萨丁或者是那个雷兹都很强哎。他说，我觉得那三支完全没有办法体现我的操作。他说我用那个的时候很弱，我喜欢用这三支。我用那个时候跟别人差不多，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对，所以说一个选手还是要了解自己擅长的是什么。但是，说实在，小小峰的这个轮摆式换位已经换到我头都晕了。也许他在换位之中渐渐体悟了不同的东西。曼谷巨人队也晕了。仔细一看，曼谷巨人队下路是伊泽瑞啊，中路才是葛雷夫啊。也有可能是泽运走中，葛雷夫下路也是有可能，因为他其实选的这个角色你也不知道，他等一下是伊泽瑞的上路蜘蛛走中路，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泽运就说。我跟 BB 是好朋友啊，其实中路伊泽瑞尔我也略懂。其实中路伊泽瑞尔这个角色就这样嘛，就 OK， 我大概了解，有一点点了解。第一次中路伊泽瑞尔就上去，他说原来这个没有这么难吗？没有，秀我觉得打球女应该不好打，球女还蛮硬，很痛苦。球女很硬，球女可以把盾点高之后用被动把你打死，各种盾一直打你，然后就说啊不是很会丢，就把你丢死这样。他就是丢那个齿轮就爆了，最好是打得赢。那角色很痛。对，因为他可以点盾之后，他的那个物防，他的双防会破表，而且你没打他就出，然后两个盾，
那你也不可能 gank 他，因为他就走，他就只是走来走去而已，就是好 gank 他。我是觉得我不晓得会怎么样啊。如果他的中路一直在打穷女，我觉得会颇辛苦。那如果是葛雷夫，感觉就是把兵灌掉就走了。葛雷夫就其实是蛮有潜力走中的一只英雄，因为他洗兵能力很快。现在很重要的英雄能力就是特质，可能就只有两个，哎、欸，有三个，一个是机动能力又很强，机动能力可以包括走路的速度。跟位移的能力都叫机动能力。第二个就是洗兵的能力一定要很强，他一定要推得很快。比如说圣的推荐能力很烂，可是他的机动能力可是满的，因为他可以从上路飞到下路，这很明显机动能力是满的，就他可以直接到地图另外一边。可是他的洗兵能力很烂，所以你可能要帮他买火斗，就你要用装备来弥补。那第三个就是单挑要很强，就是圣单挑也很强，因为他买了坦装，买完之后你最好打得赢。所以说这个三个能力都符合之后，这个角色就会是一个很强的角色。很强的角色，对。所以刚才这个回说，你说葛雷夫的，葛雷夫很强啊，葛雷夫他其实有位移啊，然后清兵很快、啊，而且他单挑不烂啊，其他单挑不烂，因为他的那个被动加双防跟他的技能爆发的关系、他的技能全部都是爆发伤害，所以他单挑不会很烂、没有错，所以他在这三个能力值上都还不错，我们可以做一个三角形，你就做个三角形，发现他还不错，虽然说他可能跟杰比起来只是一个小笨蛋，但是还不错，所以以后我们评价一只英雄就画这个三项表之后，然后来计算这个他们围出来三角形的面积，你现在就可以发现这个英雄的价值在哪里啊，就是他的面积，他就说你知道吗，葛雷夫就走过去跟凯特琳说，你知道吗，我的能力值大概比你强了四平方公分，他说根据这个表格我多你3.2格，你看看这个，我们是用方格纸画。哦，那个面积，我的面积比你大一点，我显然比较厉害。这胜率只是浮云啊，你知道，是还没有人知道怎么驾驭我，只是他们不知道我厉害啊。这个 meta 还没到啊，对我知道就够了。啊，果然是真运在中路，哇，真是四个人走进去，擦擦眼，红 buff 擦擦眼。你还想球女也不错，其实球女单挑不烂，因为她有那个盾，然后走路也很快，因为开 W 之后走很快，走超快，然后千兵也很快，哇，这个角色看来就很不错啊，只是她被削弱太多次了。那就是三项都有能力，然后能力值都只有五分这样，能力都渐渐被削弱，变得没有那么强，就很拼。其实球女是很拼意识的一个角色，就是她的大局要怎么放，是很拼意识。其实昌老师讲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用来检视非常多冷门的英雄，就可以了解冷门的原因了。冷门候选人 A 波比，波比没有亲兵能力零，亲兵能力 F 级啊，单挑很强，单挑非常强 S 级啊，然后那个机动力啊，他走得很快，但是很快，很快，但是。也就这样、推人是一回事，但是在会战不能当作是一个位移机来用，所以综合给一个什么 C 级好了，那于是能力就整支能力就饿、其实发现 有一个 F 级之后，后面就非常难拉上来。哦，这里是抓到对方在打蓝 buff 啊，四个人五个人冲进来，然后 Sek 哦 ，Sek 这个空中下地以后立刻闪现，哇，点到了，哇哦 ，NDD 啊，不错不错，斯瓦尼点的重击点到，让吉翁波猎人整队白忙。这个扎克这样进来，原本喜滋滋的打出闪现之后，反而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点到蓝之后，他自己蓝再被自己的阿鬼拿走，他只能吃红。他这个时候叫阿鬼助手也来不及，因为阿鬼说、我已经耗了半条血，如果我助手的话，我根本岂不是跟个白痴一样？阿鬼说这个时候我一定是拿这个的，这个没有问题啊，我等一下下路一定打爆蜘蛛，你不要怕。啊，万一没打爆呢？那就那也没关系嘛，我拿蓝比较比被抢掉。那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你的错哈。对啊，你干嘛没有抢到啊？你看斯瓦尼就想要来抢啊，他显然就想要来抢。斯瓦尼看到了阿鬼出现在路上，然后说：“靠，他要来，没得抢啊，呜呜。”那且史瓦尼是交掉重疾的情况想要来抢，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是何概念？因为扎克其实如果反应比较快，对啊 ，Sek 还是在下路啊，而且他还是啊，对，果然是中路伊泽瑞，没错没错，那比较灵活一点啊。但是球女的运球是一直给他莫大的压力，然后非常的凶悍，咔枪咔枪，点了盾，他利用拉球也是给了一点点伤害。他没魔了，齿轮好痛。没魔 ，O M， 没有他有在多兰界，所以他打小兵之后魔力是会起来的。而且其实伊泽瑞也带多兰剑，所以说他等一下只要血线被打低之后，他就只能 Q 吃小兵。两个人狭路相逢，就是三级打二级，三级打两级，还是爆了半条血。虽然他是赢了扎克一些血，但史瓦尼是江狗界对撞可能排名有过烂，就是对撞很烂。但是扎克他三级打二级，扎克而且扎克也很烂，所以才打成刚刚那个看起来只是个平局，你知道吗？三级打二级，如果是一个
三级的李星撞到一个二级的扎克，扎克是会被踢爆的。那是三级的乌迪尔撞到二级的扎克，那扎克也会被打了半条，然后说不要再靠近我了。他就是撞到的时候，刚好乌迪尔开了虎拳，然后就扒他一下，以后再按一次虎拳就把他剁碎。那个现在已经改了。乌迪尔的虎的爆发跟以前比起来弱很多，没有像以前那么扯。他要原本就开着虎拳，他不能开了虎拳以后切别的东西。可是他以前可以开着虎拳，然后开熊，他拍熊拍，哎呦呦，这个地方直接跳到，奥数月先跳掉，跳到但是跳掉，不过还是有被红 buff 拦招一下。那这就是叉叉老师在前一局讲的，就是说你 gank 过伊泽瑞尔一次，耗他一次奥数月前，他的魔就会后继无力。对，你看看伊泽瑞尔魔很低之后，他就不可能对球员做有效的压制。因为他现在被中到之后，他要吃兵是必须要交出 Q 技能，不然的话他就会被打，然后很快要烂掉。对，然后很痛，所以他只能用 Q 吃兵。然后他的魔力很低的情况下，再继续用 Q 吃兵，就会变成毫无反抗、毫无功能的小可爱。他看起来就像是放在中路的小熊布偶。哇、哦，斯瓦尼撞到上路来，但是这一个纳米的水球恰妙到颠好以后呢，蜘蛛决定硬换，而且他换到 FB。跟对方的老鼠互相换，这么凶的纳米真是没有看过。那非常凶悍啊，这个纳米完全是不给机会。哇，这中路更凶悍，被压到两塔中间啊！曼谷巨人队各种单这种操作打不过，被压到两塔中间是还蛮悲惨的，真的。这个就是刚才讲说，你用伊泽瑞尔来点球女，就会发生这种他点盾，然后你就我也不能怎么样的现象。巴莲娜可能就是快乐点个两等盾就放着了，因为以他已经压住了，所以他就随便了他。这里是扎克来帮忙 hold 一下下路，因为下路约瑞科该 OM。哇，这个赛在开始六分钟的地方是两个互换的，就是只有互换的各一个击杀，但是吃兵上面。看到吉隆坡猎人逐渐的拉到一点优势哦，扎克要跳，这地方看有没有机会跟得到，应该是没有，扯的啦，因为这个阿鬼看起来没有什么战斗力，阿鬼只有水滴啊，斯瓦尼绕到了背后，奥利安娜完全没有看见，被都格震着，伊格瑞尔上来要硬打，这时候齿轮有盾吗？球扔了出去，被 Q 死了。咦，他可能应该把球顶在身上吧，因为把球顶在上其实会加双防，他有比较大的机会活下来。对对啊，哇，伊泽瑞尔比较刚刚 BB 的作为说，这个时候我知道要刷中路，怒刷一波，狂刷中路。他眼睛看一下上下，没有东西可以刷，那当然是刷中路。扎克努力的想要维持这个兵线，我觉得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应该是中塔被点个四分之一血量。这主要还是扎克，你小兵要捡到、啊，他点他的，你吃你的、啊，这没有任何关联性啊！你不好好吃小兵就不对、啊。上路有，又是史瓦尼走到上路，哦，纳米这个位置非常的糟啊，而且他还直挺挺的被蜘蛛丝绑到，我看这是要一尸两命啊！老鼠成功隐形绕跑，我老鼠还反打，也是属于勇气可嘉型。小兵太多了，他刚刚把小兵当作纳米来用。就可以反打一波，这可以看出纳米刚刚是一个蛮大的失误，因为小兵实在是很多，他根本没有必要故意插那个眼啊。根本是值得被人家从，而且他直的走，直的要被毒偶下落格雷夫跟拉登龙两个人逃出了一个相当危险的攻击啊。史瓦尼又来了，史瓦尼又撞到了。奥利安娜表示，这个人怎么无所不在？我顶个球好不？史瓦尼的攻击力真是蛮悲哀的，不过就是机动性相当不错。史瓦尼好歹还有一个冲，而且他是一个比较硬的飞艾，飞艾冲完以后就被杀了。哇，奥利安娜这个球一吸到两个，效果相当的好。伊泽瑞尔虽然死前勉力刷出，他没有死。他刷完大绝以后，顺利的利用双跳逃出了这个红 buff 的凹槽。纳米的水球没有打到他，老鼠从侧边切上来，老鼠有机会碰到吗？伊泽瑞尔下一个奥数跃迁快要好了，老鼠绕到下面去，伊泽瑞尔感觉到老鼠的靠近，选择往右走，边走边擦眼，喷出了一根眼之后呢，贼运竟然逃掉了，这什么道理？可是贼运跑掉之后，现在四人爆中路，
这个点是可以直接拿到中场，只要努力点。这个四人帮果然是马上就要来点中塔。反正看老鼠没有魔，可以再用一次隐形增加他的攻速。那个史瓦尼来了也只是上一套山猪肉而已，你千万不要靠近他们。这球你何不点个塔呢？是吧？你非常努力的缓住一下对方，然后明白了自己的无力。那这个塔是一定要掉啊，然后这个一千块就变成说，永辉连拿个一千，等一下还有机会带动下一步。因为其实中塔是最不应该掉的，中塔掉了之后视野会很难估，对方把你中路线推出去之后，你几乎没有办法掌握他们中路的位置，还有他们jungle也很难掌控。因为变成说你插影要插在平常你走出去就可以插在你的四鬼口跟他的四鬼口，你在你中路被推进来之后，你要插影就要绕过去，或你要路中间走过去。哦，扎克直直跳到了格雷夫，呜呼哀哉！这哎呦，这一个哇、哦，这个拉登龙胶闪竟然又逃掉，这画面好像跟上一次 gank 长得很像，只是这次有跳到。这个点就是一直被 gank， 但是都没有掉头。那灯笼实在是非常的 OP。没有，不过吉隆坡连在领先一塔的情况下，经济值领先700块。嗯，没错。现在双箭头是输出空间的问题。我们上一场也有看到双箭头，如果 AD 找不到空间输出，双箭头也是枉然。哦，这奥利安娜努力的推动他的球，但是他其实是有大绝，伊泽瑞要非常注意中。哦，就说要非常的注意，要死的。W。Double Q， 扎克成功使用他的被动来做背投，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做得很好。因为一个好的扎克跟不好的扎克差别，其实不是在说你的E有没有跳到人，因为跳到人是基本，所以重点是在说你能不能够很好的使用你的被动来背着对手，他觉得说哇杀到你有机会，可是其实你的队友会夹过来，一点机会都没有。对，所以听红队在这里打出 Double 之后，再拿到龙，一瞬间从那700块噗嗤噗嗤的变成4000块。然后接着是，曼谷巨人队一波想要反打，可是格雷夫的位置其实蛮诡异的，格雷夫又被奥利安娜杀掉，果然关键就是 Golden， Golden 每一个击杀其实他都有参与到，几乎都有参与，他现在是4-1啊，下路又打出了 Double， 刚才那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没有看到，但我猜是瑟尔西不知道为什么我去弄了他一下，想说。我也不知道他想太想什么，因为我看看这个球女的血，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人家40%血能想什么呢？走过来说嘿嘿啊，然后哎呀，你这回家我要弄你一下，然后就死了。奥利安娜打人是越来越痛，他这次 recall 完以后，装备可能会大幅升级，大幅的探索者手套，大幅的升级成了，哎呦，一个面具，果然是大幅升级，而且他这个点是非常巧妙，先把球丢在前面之后再 W。所以说他会走那个加速距离更远一点。原来是草莓大福啊，不是？不错不错。你刚刚是自从蛋卷事件之后就已经没有办法忘怀这种事情。各种食物，那各种食物的攻击。不会，沙子盖都已经走了。他会回去可能再怒吃一包。哪来的怒吃一包？他昨天是把整包干回家了，是不是？现在格雷夫这里下路，其实下路几度被 gank 都没有出事，反而是他去别路参加战斗的时候比较常出事。嗯，中国伊泽瑞尔在这场里面其实发生的效用非常的小，比较酱油，不需要硬选这个角色，相当酱油，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太多事情，因为对方是球女啊，他很稳健的挡住你的线。现在人家就可以很快乐的说，果然变了你的 van， 就没事了。哎呀，接下来就是一个球女带动队友四人推下的好时机，你们千万好好推，不要走。就走的话还蛮智障的，就这波的时间会被浪费掉，就是好好推就好了，因为是已经，我觉得这个点是很好拿掉的。这一波因为对方其实在目前这个位置下面是三守四，而且这几个角色清兵的能力都不是特别强。球女你走了，为何球女要离开他们呢？球女如果在的话，这个塔是很好拿的。就是一个四打三，然后轻松打。桥下放一颗球，塔下在对方塔下放一颗球，其实会起到极大的限制走位的效果，因为你不能靠近他，而且球女本身可以待在塔外，就是不会被他打的地方发动这个攻击，所以很恐怖，非常恐怖。变成说球女这一个折返，就是他这个折返来回走，是他对他自己没有意义，然后他的队友在楼下蹲的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只有三个人怎么推。哇，丢出了一个阿姆姆，然后再撞上来。哇，你为人诟病的低攻击力，
被奥利安娜反身吸了一下，奥利安娜仍然在持续的输出，不过杰运成功的追上了奥利安娜，把他给吓到了。这里扎克被瑟雷西给勾了，飞出去撸一下，但纳米的大绝来得及时，老鼠仍然在强力输出，瑟雷西倒在地上。来到地上之后，葛雷夫表示啊，走了走了。为何二打三要勾呢？各种看不懂，为何二打三要勾呢？我勾到了快，死掉，他死了死了死了。这个蜘蛛吊上去以后，它是被挂点燃嘛？那吊挂上去以后，然后在空中啊，噗嗤一声死掉，掉下来。这地方这边应该有机会拿到中塔，因为刚刚在看球你死掉了，像在看《西游记》一样，这只蜘蛛精啊，就这样子被老纳给杀了。没有这个情节啦，我随便讲。我记得老纳是不会杀蜘蛛精的，老纳点燃这只蜘蛛精，老纳点燃了这只蜘蛛精，再派他的手下给他一棍。可是约瑞克他自称老纳也蛮奇怪，因为老纳应该是他应该自称老夫。我觉得约瑞克老纳应该是李星，因为只有他才是生。如果是西游记的话，约瑞克一定是妖怪，因为他看起来明显就是妖怪。原来是妖怪打妖怪。进来插一根眼，但是没有能够妨碍到曼谷巨人队传递蓝 buff 的行为。那眼睛因为慢了一点点，不过球女这个地方装备还是蛮领先的。我觉得她应该要做一些带动风向，而不是一直推线，因为她是现在推线的话，其实她装备的效果是没有办法体现。她现在都把全身的防装吹了去啊，身上有好多加防，就是她探索者。然后就是这一整套装下来，看起来还是不甚有攻击力。老鼠在追杀这个，他想说他会闪现，哎，他应该是想说他会闪现，不然这个预先往下绕真是完全看不懂。然后追不太到的样子，丢了一个毒品。哎呀，这个勾三郎真是十分的精锐啊！只不过这是在敌人家里啊，再怎么精锐都逃不掉。那个浪费的时间是不错，就是要浪费对方时间，居然明明是必死球。哎呀，哇，这一个空大，这样子这个空大是蛮厉害的哦。缓速拳又打到了，王纳米用非常快的速度，他帮自己加跑速以后，然后再交闪现，就是想要杀这个葛雷夫。那杀完葛雷夫之后呢，竟然还捡到一个伊泽瑞尔头，因为伊泽瑞尔会救葛雷夫，站得靠扎克很近。扎克一看机不可失，大绝短腰腰啊，这一下子呢啊是一尸两命。今天在中塔下召唤峡谷中塔发生了双尸命案。沉尸在塔下的葛雷夫跟伊泽瑞尔衣衫不整，警方不怀疑有不排除有情杀的可能性。这很明显是一个情杀。可是如果是情杀的话，他杀他的目标是扎克，然后这个是葛雷夫跟伊泽瑞尔，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葛雷夫，把葛雷夫本来跟扎克在一起，然后劈腿伊泽瑞尔。所以就，葛雷夫满跟扎克在，我觉得他如果跟扎克在一起劈腿，一直也算是情有可原，也是不能。扎克不会这样想，也不能怪他。扎克不会这样想。先不讨论有关他的性别，对不对？但是重点是，你看，一个是扎克，一个是伊泽瑞尔。其实扎克说不定比较好。你说扎克哦，这也是有可能，你可能还是要，我们不如我们就现场来访问一下伊泽瑞尔的意见。扎克说不定比较好，那毕竟是有可塑性，感觉。玩法比较新奇啊，布丁状的生物。对，但是伊泽瑞尔有另外一个好处，伊泽瑞尔呢就像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说的啊，对孔子的评价一样，伊泽瑞尔这个人呢，他瞻之在前，呼焉在后啊，永远捉摸不定。这个地方葛雷夫打，然后送上去打里面人，蛮好笑。瑟雷西被迫喷大绝来救他，仍然救不了他，又是一个双尸命案。这一次死者是瑟雷西跟葛雷夫，那其实问题都出在葛雷夫身上，非常明显。就是显然是葛雷夫到处劈腿的问题嘛，显然是葛雷夫有问题啊，走在路边就是开始找下一个，这是葛雷夫的问题啊。而且瑟雷西你也好，也难怪扎克你可以。瑟雷西连一个，你知道他只是人形的，但是典狱长还是。那时候是全队，你看那全队他已经劈了两个队友。这时候史瓦尼跟蜘蛛就非常愤怒，伊丽丝跟史瓦尼说：“好歹我们两个也是女的，好歹我们是女角，何必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行动。”这个实在是蛮奇怪的，就是各种的不明的被抓，就曼谷巨人队演出各种的，哎、欸，看我单杀你，然后失败死掉。可能就是看到人就会想要打一个 fight， 但是没想到都打不赢，这个点就是很尴尬。
你有时候八千哦，你看到人想要打一个 fight 会打不过奶是非常正常之事。当你觉得这旁边送的像你们家江口区的，其实不是，那已经是对方的江口区了。这个江口区现在是用塔的位置来划线的，你看你的塔线连起来可以连到哪？你三条线这样连起来呢，你画出来的江口区是没有任何的江口关。其实江口区就已经不是你。大家都有念过小学哦，这个时候就要说，你看我画一条线哦，你不可以超线哦。对，这个线画过去，你过来的话不是拿圆规戳你哦，是你会死哦，就突然飞出一个砸客你就倒了。我们会用砸客戳你。至于这个砸客戳痛不痛，请您亲身体验一下。哎呦，这下没有勾到。其实我觉得勾到了 也不怎么地啊。应该可以打残他，反正他说就有机会推一个，看不出来。那兵线没有兵线，什么时候不能做？这个时候应该好好先推动一下兵。有机会推一个，推个兵，上中下兵推出去。对。哇，寒冰霸权，约瑞克寒冰霸权，你不搞错啊？你原本想玩的是伊泽瑞尔对吧？这个装备如果装在伊泽瑞尔身上，我觉得挺适合的。有啊，伊泽瑞尔这运也是想要出寒冰霸权，只是他只有一把闪耀剑，你要体谅他并没有赚到钱。他现在兵线这么的崩溃，虽然他还是勉强比奥利安娜维持着多吃20只兵，但是打不到地图标的物，就是只打下一座塔。这运到底在嚣张什么呢？我觉得不是很懂。就是你知道约瑞克有了魔剑之后打人有多痛吗？达克短腰腰啊跳过来，然后其实是来不及加入战斗。不过那也是无所谓，反正呢这一区就是其实就是你看这个达克完全是无视对方走来走去，怒斯蓝 buff 你知道吗？我打个小怪就会回血的哦。约瑞克还拿了蓝 buff，会，哎呦，隐形带球，隐形带球啊，隐形带球，隐形带球，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透明上篮吗？有点强，这个是透明上，这你篮被上了你都不知道。这还输尬 JJ 一点，尬 JJ 老鼠 flash 带球，闪现带球，硬扣篮啊，完全看不懂。这个点如果被点走就尴尬了，有必要这样打吗？真的被点错了，奥利安娜吸到了还是有些希望了，但是我觉得真的被，但超老师讲对了，真的被点走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想笑。这个水球挺精锐的，点在 J 运身上 ，J 运飞起来以后下不了地就死。果然 Golden 是一个人要凯瑞全部的人。哇，那这一下漫武巨人队的胜利就渐渐远离他而去。那这个吊巴龙也是剧本里面的，这吊巴龙给你个甜头，接下来把你们全收了。我想是没有这种剧本。葛雷夫041，这场马尾哥看起来是没有找到他的第二春。嗯，因为其实扎克对他的压制力真的很大，再加上球女异常的肥大，这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球女相当肥大吧。中路的伊泽瑞尔并没有压到球女，因为这个情况变成说球女的大局只要把球运到他身上，要靠近他的地方，这个葛雷夫是极端的恐惧，说你不要再靠近我了。猛龙过江，猛龙过江，猛龙过江，先往回拉一下，安全，安全，安全，好安全。哎呀，想杀我啊？还好，还好。所以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安心出，因为你真的被大刀大概就直接死了。一定是这个一个死亡压力笼罩在马尾哥头上，让他没有办法放手。其实我是觉得奥利安娜那个位移啊，奥利安娜大绝位移在空中停留时间有一点过长，就是你已经强迫人家位移。可是在空中停留时间其实很长，就是它其实起到很强烈的控制的效果，就是时间很久，因为我在空中飞得很慢。那你要考虑奥利安娜的大绝，其实动画是非常慢，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类都可以用闪现躲掉它。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如果你愿意用闪现的话，那也要你有啊。如果你这样讲，那也要你有闪现，没有闪现看到那个是一阵。因为奥利安娜这个英雄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想说，这个英雄真的是有够烂的，只有压线的时候很猛，后来又觉得真的伤害不够，然后后来渐渐发现，这英雄好像怪怪的。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是在英雄设计上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效，是不错。但是，每次看奥利安娜这只英雄，都会让我忍不住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英雄的技能设计很有创意，然后很特别的一个系统是不错，但是当你做出来以后，你整个游戏的95%的玩家根本就不会玩这只英雄，因为实在太复杂，根本就不想玩。这样子就是做一个独特的系统出来之后，
当你一个职业选手之类的东西，要把它练成一个man角，所以他花的时间其实是更多的。对，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系统，他练成以后又很难破、啊。然后练成之后，你现在用起来很猛是一回事，但万一他有一天被削弱了，那就浪费了。那就哎、欸，我练了这个角色，但是其实他没有用。因为我出发点比较在于说，可能我做了、啊、这只英雄也是很特别啊。可是我的玩家，譬如说我如果300万玩家，可能只有不到10万人肯玩，因为大家都觉得这英雄到底是什么鬼。然后就再也没有人玩，所以其实简直是浪费力气。你听起来你就在讲卡玛，对，听起来你就是一直在讲卡玛系统，其实没有很独特、哦，就是一个 power up 系统。我觉得比起一些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 power up 蛮无聊的。哎呀，这个争议直接被大到秒杀、啊，那个王子就是被当战犯啊，这没有办法、啊。达克现在还有大绝，他还可以再进场一次。哇，你成功的丢出了一只阿姆姆，达克在这边直接死掉，没有被动。原来是没有被动，原来是没有被动。老鼠复活，老鼠尸体，老鼠正在努力的揍人，发挥他尸体最大的价值。我觉得其实操作依旧是相当有水准，但是我觉得他似乎是看起来是、啊、被杀了。哇 ，Golden 刚刚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亮点，荧幕上面，就是他被塔打最后一下，他开小技能在后面拉掉那个伤害，所以他才没有死。哎呀，这个史瓦尼一个人冲上来，硬冲两人、啊。我听说大家都一直说我伤害很低啊。他说我的伤害的确很低，但撞死你这个辅助是 OK 的。你刚刚看他撞了几秒才死吗？就一丝丝血，真的是很低啊。哎，这样又被缓，你真的要这样走 ？A 啊，追不到，你可能会死哦。因为其实追击球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行为。真的，我觉得球女这个奥利安娜的角色怪怪。奥利安娜这个角色在打带跑之中是属于 SS 级的角色，怪怪。那，就是卡玛的这个系统，其实我觉得旧版的比较有趣啊，新版的卡玛系统就是蛮无聊。曼谷巨人队现在应该有一波反推的机会，因为他们现在上中下兵线都带出来，他们终于成功的把兵线推出他的二塔范围。哎呀，哎呀，这里打到了上路兵塔啊，不什么兵塔，上路的外塔。但是终于看到这个外塔，我千里走那么远就是为了。为了这是外塔，结果就是为了要见你啊，约瑞科讲。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来这里啊，我是故意跟我队友说我是来推塔，其实我还是来找你。约瑞科讲，我们不要再管这个战场上的纷争了，跟我走吧。他如果能够成功的说服他把他抓走的话，你看他就拥有一个复活的机会，而且会战有一个绝佳的坦克，不错，比史瓦尼的伤害还大，而且更坦的坦克。我觉得英雄联盟应该引入英雄恋爱系统，相当不错。这应该只有在大厅有用，我觉得游戏中使用还蛮失衡的。不一定啊，就是盖伦跟卡特琳娜可以使出肩夫、银夫、转转剑之类。肩夫这应该很强哦，就两个叠在一起，两个。哎呦，哦，史瓦尼丢好一个空大，没有病到任何的人，非常的尴尬。这一真的尴尬以后啊，奥利安娜这一发子吸到了蜘蛛公司雷系，达克跳了进来，达克大了起来，达克快要大完了 ，Sek 有机会杀死 Sek， 老鼠成功杀死 Sek， 这个时候真运要冲上来，他决定要奥数跃迁，但他猜错了老鼠的方向，他往上一 Q， 老鼠躲过了他，老鼠现在隐形起来，老鼠跑出来，伊泽瑞尔反复的猜错老鼠的位置。哎呀，他各种打不到，东西南北每一个方向都射了，就是没有射中老鼠。老鼠只要再被他射中一下就会死，但就是没有死，然后打出了一个夸抓 kill。哇，这不简单啊！原来你的天命是打 AD 啊 ，Wizards。这个曼谷巨人队刚刚那是一波 all in 啊，就是这波没有杀光你，我死定了。因为其实他已经看到阿鬼在推家，约瑞克不停推他。哎，约瑞克你，你认真的。推这个塔，圣骑龙破裂，你认真的？哇，这个鬼挡这个钩子挡得很漂亮啊！可是我好算了，你想说，万一他们等一下用回家鞋冲出来，你们该怎么办呢？对，而且你现在有四个残血，好吧，算三个残血。那万一对方冲出来，然后就把发动秒了，你该怎么办呢？虽然这几率是不大，但是。刚那个点应该是 J 运的闪现交我太不直接了吧？他其实早点直接交闪现点他一下他要死，但他一定要在他被缓到，然后没 Q 到之后再闪上去，然后发现老鼠已经隐身了。哇，我觉得刚才那个东西南北各射一发，什么都打不到，真的是很经典。哎呦，就跟你说不要玩啊！啊，就是差一点就是直接被蜘蛛扑死。哇，交大绝仍然是被绑住杀掉。没有中钩啦，哎呀，没有死哎、欸，有点强啊，加速啊，还对方一下，蜘蛛扑小兵往前走，哎呦，水炮又中，各种中，真的假的？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被 W 攻击哦，躲过了这个 W 就把他炸死。
炸不死，炸不死。哇 ，My God， 变成个盾背的。那是你要去哪里？真的是、再见了蜘蛛，再见了小蜘蛛。这个点燃就送你上路，再见了。Oh my God！ 哎、欸，是纳米杀的，纳米点燃的、啊，天啊！站在这个荧幕的视角外，突然之间野猪妹在路边也被杀。叫你不要冲动，你没有伤害。你觉得你队友都在远在天边，你冲上来就有什么意义？好，我们来看看约瑞科表演一打二。啊，约瑞科表演一打二已经成功一半，然后这时候还有一个小约瑞科，那感觉就是非赢不可。哇，而且他没有用到那一命复活、欸，然后伊泽瑞尔怎么跳进去死啊？你怎么了？这月你还好吗？嗯，这英雄刚 all in 之后就突然之间有点失智，all in 完之后就怪怪的。我再 all in 一波，我告诉你，我再 all in 一波。先生，先生，你没有筹码了，先生，是先生，你一个要大他们四个，你确定吗？没错，我一个人大他四个。我 all in， 我不管，我 all in， 我皮甲也给你 all in， 我鞋子也脱下来 all in， 我就是要 all in。他说我现在一个人就是 all in 你四个人了，你敢不敢来？那好啊，那好啊，好啊。但是这波有复活到出来，想要挡这个珠宝双塔。那当然，吉隆坡猎人队其实很没有办法顶着塔把他们全杀，但是只要他们走出塔外，要把他们全杀就却不是很困难。走出塔外把他们全杀的就是一个，有一个老鼠、啊、非常轻松的事情、啊。这个老鼠的妆有一点太肥啊！大家各位观众，他有 I 一陨落俄语，再加一把黄双刀，这也就是3.5把武器。再加上他现在看一下格雷夫啊，格雷夫有红双刀跟 I 一全文玩，而且约瑞科现在是有大绝。所以他把如果把大绝放在老鼠身上，哎呀，哇，开场砸得漂亮，跳得不错啊，哇，还带球吸了一下，你看这个 AD 走也不是，所以在空中连摔四下直接打死，好惨好惨啊，老鼠爆掉，哎没有，我看错，老鼠没有爆掉，刚才爆掉的是奥利安娜，叫得好大声啊，蜘蛛，那泽韵刚那个死法应该要列入什么最悲惨死法？他刚在空中连续弹了四下之后，最后就举起来。他是左飞右飞哦，他先被跳到以后，然后震了一下以后被吸起来，吸起来还没有落地就被弹起来，然后到处飞。约瑞科用鬼弹塔，哎呀呀！哦，达克，你真的假的？如此凶悍。哎呀，结果今晚打老虎行动严重失败啊！今晚打老虎看起来是没有饭就打不了老虎。结果真的是我被你犯，你就不能玩、啊。我被你犯，你就有点小小失。这样说，我知道你等一下一定会选一支 AD 中路，我先选个球女阿智宁。这个我觉得整体来说，吉隆坡猎人执行的非常好，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就是让漫武眷队有机可乘的地方。对、啊、我觉得他们其实判断这场算是打得很好的，而且就是也不造进。因为像他们选这种双 AD 阵，然后配一个双 AD 阵，然后配一个斯瓦尼，我觉得效果其实不好。斯瓦尼应该要搭配的是，因为他伤害很低嘛，但他有好处就是他控制很强。所以你要配，比如说吸血鬼这样的角色，就是没有 CC， 但伤害超大。对，是像吸血鬼这种角色，就是通常选斯瓦尼会搭配吸血鬼啊或死哥这样的角色，你的控制把它控住之后，他进去打个很大的 AOE 伤害就可以达到效果。对，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战绩表哈，那这一场还是要再三恭喜吉隆坡猎人，然后面对 J 运的逆袭啊，是没有被 J 运给击败啊。J 运这场是被杀歪了，逆袭的 J 运啊，这一场还蛮惨的。他每个会战都被球女各种大，球女其实应该是蛮故意的，大绝每次都要吸他。你刚刚仔细想到、欸，每一个大绝好像都是放在他身上。这个离队的队友间总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恩怨啊，我这当然是没有在暗示什么。哦，这样子啊，好，那讲到刚才讲到这个逆袭，真运就很想套一下逆袭夏亚的梗，但是一时想不出一个什么梗。你讲到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能理解。逆袭的夏亚。Golden 啊，如果你感应到我在 BD 的话，就来阻止我。哦，大概是这样子。啊，算了，随便套一下。OK， 那这个经济实在差太大了哈，这个面板没有什么太大可以特别帮他们检讨的地方。那还是说整场吉隆坡猎的节奏抓得很稳，而且奥利安娜确实 carry 得很棒。Golden 完全 carry， 完全凯瑞的一个节奏。他总共有28个 K 加 A， 有28 KDA 是。啊，11、3、17，这个真的是相当鬼神的数字，这一场真的完全靠他。那剩下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老鼠啊，那个老鼠就是从辅助转 AD 以后呢，找到了他的天命。哎、欸，有没有让你想到谁、欸、啊？哎、欸，有，而且又是玩老鼠啊。
讲完，皇者再临 ，Return of Kings 啊。好了，那就这样子喽。恭喜吉隆坡猎人打败了 J 运的复仇。那么呢，今天晚上的三场比赛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其实曼谷巨人队出乎意料的，昨天击败了 AHQ 之后呢，今天一场都没有赢。其实我还以为他们今天气势会很旺，至少也可以赢个一场。我是这样，对，结果看完就哦。有点难过，软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打完之后的一个战绩结算，以及下个礼拜赛事预告。下个礼拜没错吧？今天是下个礼拜，今天是礼拜天。没有，我知道你其实已经度到不知道是哪一天了，所以也不能怪你。原来今天是礼拜天啊。对，好啊，我们来看一下 AHQ 的战绩是20胜3败啊，这是目前还卡住第一。然后新加坡先锋今天成功的击退 TPA 之后呢，拿到了第18场胜利，那么离 AHQ 的距离是有小缩短啊，只要在最后一场能够打赢 AHQ， 再另外再多输个一场，哎，就差不多了。这个是他登王的封王的唯一之路。HQ 要真的要夹紧啊，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要夹紧一点。对，我知道，就是他的那个手要夹紧一点。对，收下巴，下巴夹紧一点。然后台北海沙星目前在第三名，不过因为是春季赛冠军的关系，无论如何都可以去小巨蛋，好险好险。那今天这个战败回去，我看你是有的检讨了。啊，今天怎么一回事呢，叉叉老师？因为我觉得他有几个点就是没有处理很好，像我觉得小龙他们根本不需要下去打那个点，然后他可以直接早点就压中路，派鳄鱼先去把中路兵线带到往前带之后 ，EZ 跟瑟尔西他们现在还是可以留在那边给压力，然后在龙那边确定扎克是已经打残了嘛，打残之后接下来就可以五人强压中路，然后他们要从右边绕回中塔的时候，其实伊泽瑞尔有寒冰霸权了，所以他们在路上之后，伊泽瑞尔稍微 Q 他们三下，他们搞不好是要直接放两个塔，就其实可以直接拿中一塔，甚至拿中二塔。然后再回去补满之后，等一下再继续进攻就好，因为龙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反而一波到最后被倒打掉两塔，非常惨。好，那以下是吉隆坡猎人啊，今天有卫冕，就是保住了这个位置以后呢，击退曼谷巨人队。曼谷巨人队今天没有再添任何一胜以上，是今天打完的战绩。我们来看下个礼拜对战组合。下个礼拜五开始的 GPL， 哎呀，堂堂来到八月，这也是 GPL 倒数，哎，应该是两周了吧？哎呀，剩两周，第一天就有最终决战，哎，第一天就，哇靠，这第一天的赛程是发生什么事？哦，八月二号星期五，哇，那换句话说 ，AHQ 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站起来啊，加油加油 ！AHQ 对西贡小丑队晚上7点整的 Game One， 然后接着晚上8点整的 Game Two 就是新加坡先锋对 AHQ 啊，我的妈！然后这个晚上9点整的 game 对则是吉隆坡猎人要对台湾杀星，紧接着8月3号星期六也哇啊 A 晚上7点整的 game one 是由 AHQ 对 TPA， 下礼拜的赛事也太激烈。再来是晚上8点整的马亚猎鹰对吉隆坡猎人，以及晚上9点整的马亚猎鹰对新加坡先锋。哎，从这下礼拜开始很多一天打两场哦。8月4号星期天晚上7点整的 game one 则是曼谷巨人对上西贡小丑队。晚上8点整的西贡星期五对新加坡先锋，以及晚上9点整的台北海沙星对西贡星期五，礼拜天倒是挺风平浪静，但是礼拜五跟礼拜六看起来不是很好过哦。这是以上是下个礼拜8月2、3、4号三天的 GPL 赛程预告。那么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GPL 以及这个本周的三天的 GPL 赛事哦。那也感谢叉叉老师陪我们做今天的讲解。那么呢，在这边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我们下个礼拜的赛事以及 GPL 再跟大家见面啊。大家晚安，我是主播陈猫，我是赛评叉叉，晚安，大家再见。